那人体器官的英文单词啊，跟例句啊 ，Stone cut the side of her foot. The disease started in the spinal column. The disease has attacked his brain and the spinal cord. He seriously injured his spine in a car accident. The spleen controls quality of the blood. Jane is quite small in stature.Food is probably digested in the stomach. She didn't tell the doctor that she'd been passing bloody stools. The player is in a sweat. Eating too much is bad for your system. 啊，这个石头啊，割到啊，石头尖尖的啊，有时候尖尖的割到我脚的受。瘦不是唯一的嘛形容词啊，这怎么跟这边 TH 后面啊 TH 后面是名词嘛，从变名词啊，什么意思？脚底啊，所以很多英文学了半天啊，老学究啊，这个大学教授啊，这个博士啊，这个啊，学了很多年英文，突然你问他脚底啊，不会啊，脚底瘦形容词是唯一的名词，脚底啊，这个意思啊，词性都不一样。也可以当名词，另外当个也是很奇怪的啊，比目鱼啊，比目鱼啊，所以这个词很多搞不懂啊，这个什么这个几个意思差那么多，你看唯一的脚底啊，或者鞋底啊，鞋底也可以嘛啊，就是有穿鞋子就鞋底，没穿鞋子叫脚底，比目鱼啊，这差意思差很多。啊，那个疾病呢，开始啊，发生在哪 ？spinal column 啊，什么意思？就是脊柱啊，我们脊椎骨整个脊柱好像分二十几节啊 ，spinal column。column 就是一栏一栏啊，我们这个报纸啊，一栏一栏直的啊。啊，这个那个疾病啊，攻击了啊，攻击了，也就我们不要讲攻击了，就是我们说患了什么病啊？啊，这个字面上是攻击他的脑部，还有 spinal cord 就脊髓啊，所以 spinal column 脊柱啊 ，spinal cord 脊髓啊，脊髓还是肌肉组织啊，算是有个髓字，好像脑髓啊，好像是浓稠的液体，但还是锁状的、条状肌肉的。它很严重的，它伤得很严重啊 ，spine 啊，在一个车祸里面 ，spine 就是脊椎啊。它跟 spinal column 啊意思差不多啊，一个字叫 spine， 两个叫 spinal column。spleen 是什么？胰脏啊，心、肝、脾、胃、肾，还有脾啊，五脏六腑啊，脾脏的控制啊，血液的品质啊，血液如果太浓也不好啊，太清太淡也不好啊，浓稠度啊刚刚好啊，啊，血液里面不要有杂质啊，啊，不要有脂肪啊。啊，这样不会堵塞血管啊 ，spleen 啊，控制这些东西。针呢、啊，啊，很小 ，in stature 什么意思啊？就是整个人的身高体型啊，常常讲身高了、啊，但也可以讲整个身形啊。啊，身形很小啊，小鸟依人呐、啊，个子很小。这 stature 去掉 r 以后啊，就是雕像啊，所以雕像 stature 跟这发音一样、啊。跟这个身形身影啊身高啊 stature 有一个啊两个常常搞混。食物呢啊是有部分消化在哪，在胃啊。你说胃消化可是啊它只是一部分啊。啊就是第一道食道我们吃下去咽喉嘛食道嘛它不消化只通过去啊。这第一道是牙齿去咬它，可牙齿不消化，它只把它咬成很碎的部分了、啊，然后到了胃去那个消化。但胃呢，它也没办法消化那么多啊，它消化主要它会分泌啊胃汁酸性的胃汁，然后接着就到小肠啊，小肠就开始啊，大肠就开始进一步的消化，消化以后呢啊，因为胃呢。胃跟小肠啊，主要是这两个地方啊比较多，消化以后就开始身体各组织吸收了，啊，再经过大肠，那最后呢，吸收完了一些没有用的 waste 就废物，那就通过直肠干嘛，扑通一声把大便打出来了，叫废尿，就大便啊。
整个过程是这样，从那个从嘴巴进去，牙齿咬一咬，经过咽喉食道吞到胃里，胃里有胃酸分泌，然后胃肠会蠕动，把它分解，然后部分也吸收。到了小肠以后，进一步分解啊，进一步消化，进一步吸收，再经过大肠，啊，最后没用的啊都吸收完，到大肠以后全部吸收完了，到身体各部分我们变长肉了，长肌肉了，或者身体各器官拿去用了。所以这个身体是就是一个加工厂嘛，啊，最后啊废物啊就经过直肠扑通啊大便排出来，当然比较是液体的就经过小便啊出来，固体的啊就大便啊，液体的小便啊，液体就出来，喝的水啊，喝的果汁啊，液体啊从胃那边开始，它慢慢就到了膀胱那边去啊，固体就是经过直肠。他没有告诉医生啊 passing 就是传，本来是传递啊，或经过有好多意思、啊。我们就是排出好了啊，就是血便啊 ，stool 也是大便啊，所以因为大便、小便啊，这个手啊、脚啊，都有很多字啊，就是血的啊 ，stool 也是大便的意思啊，血便。啊，这个运动员呢、啊，play 不一定是运动员，就参加者玩什么东西啊，那这边是运动员啊 ，in the sweat 啊 ，sweat 就。出汗那个汗啊，就是 in the sweat 就是出了很多汗，运动员啊，棒球员啊，篮球员啊，哇，尤其像世足赛哇，世足赛或这个他们手脚上有带那个侦测器啊，哇，那个还有一场最多还可以跑到17-18公里哇，跑好远一场球下来，累死人，吃太多啊，对什么不好？对你的 system 对系统啊。用系统就身体系统啊 ，system 也是整个身体，包括肌肉啊，包括啊筋啊，包括这个五脏六腑，这整个人的系统啊，这几讲是